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拿督斯里卫加祥博士之代表，马来西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拿督马汉顺医生。Announcing the arrival of our guest of honor for today, Minister of Transport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Engineer Dr. Wee Ka Siong, represented by Depu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1 Yang Berhormat Dato' Dr. Ma Hang Soon.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Econsafe 新州华教义演，我是今天的司仪新宁，非常感谢大会给予我这个机会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活动。My name is Allison, and I will be your MC today.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e Econsafe Hsinchu Charity Show for Utah Hospital. 目前全校同仁与学生和校友们都在积极地为拉曼大学医院进行筹款活动，同时我们也陆续收到许多善长人翁的慷慨捐赠。整个医院的项目需要3亿3000万，虽然目前所筹募的总款项离筹款目标尚有一些距离，但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早日达成。未来我们也会办更多的医院筹款活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活动推广，欢迎社会各界为拉曼大学医院提供支持与捐款，一同献力于这项与为社会国家带来健康与福祉的举措。这是整两年来国内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举办的第一场 Econsafe 新州华教义演，这是第一次 Econsafe 新州华教义演为大学筹款，以及这是第一次由大通过举办义演来进行筹款，现金医药费惊人，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承担。希望由大中西医疗综合专科医院建好后，不仅是一所培养学生、提升学术的学府，也会是一所行医治病、造福社区、收费大众化的医院。Econsafe 感觉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项既能造就学子同时也造福社会筹建工程提供巡回演唱的平台。 Econsafe 感恩校方给予 Econsafe 新州华教义演参与的机会，让我们有缘携手为孩子们的教育尽一分绵力。我非常乐见拉曼大学在金宝校区成立自己的医院，因为这将能够为我国栽培更多优秀的医学和保健科学的人才，提升医学和临床研究之余，也能为在地的至于霹雳州仍至全国的人民提供可负担且优质的医疗服务。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更为意识到完善医疗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地方性专科医院服务的欠缺。因此，在金宝新建一所能够提供更全面医疗服务的综合医院是非常合时宜的。因为金宝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周边也围绕着许多需要加强医疗服务的社区。那么在此我呼吁各位善长人翁慷慨的解囊，踊跃的捐助，协助拉曼大学医院为国家培育更优秀的医药专才，同时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造福社会，让更多民众受惠。在这里呢，我直接因为这个话现在还没有定价，那我现在呢，先把这幅画用10000令吉买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画呢，捐回给学院，然后让学院呢继续去募款。这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因为如果我们要完成这个宏愿的话呢，我们需要更多人。那我现在是用最低的价钱，赶快跟他买下来，然后再捐回去，
你们如果是要捐的话呢，应该把这个数字拉得更高。最后呢，祝大家平安，在非常时期呢，都能够保持健康。谢谢大家。第一响，第二响，第三响，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一次义演和筹募的鼎力支持。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upport.在这里向大家汇报，这一次所筹得的款项一共是166,688令吉，实在是非常感谢各位善心人士的捐助。Once again,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s of today, we have received a donation of 1,666,888 ringgit.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all of the donors.难分真与假，人面多欠债，几许有共享荣华，善判虽弊不分差，无知者。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a great singer with us this afternoon. Presenting Tun Dr. Ling Leong Sik.怎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
成型，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一如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钻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频频挥霍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情意。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
说，小城故事真不错。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各位所有现场以及线上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曾爱佳，非常的开心今天能够来到金宝的拉曼大学这里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你们大家见面。那么疫情之下能够再回来这么漂亮的舞台，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听到大家久违的掌声真的好开心哦谢谢，谢谢大家。那么我也是衷心的希望今天大家欣赏我们精心准备的歌唱节目之余呢，也能够积极的响应我们的捐款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慷慨解囊，谢谢大家，谢谢。再来的这一首歌曲《夜来香》送给大家。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笛声齐唱，月下的花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瓣的梦，拥抱着夜来香，吻着夜来香。夜来香，
吹来清凉，那烟梯上起唱，月下的花不如梦，只有那烟儿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人歌唱，更爱那怀抱的梦，拥抱着夜阑珊，吻着夜阑珊。夜阑珊，我为你歌唱。这首歌如果会唱的话一起来唱好吗？我看到后面的闪光灯了，好漂亮。谢谢。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掌声，谢谢。
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掌声还不够热烈的感觉？谢谢，这样才对嘛，是不是？难得我们有机会出来，然后观赏这么棒的一个演唱会，可以不可以再听多一次啊？谢谢，哇哦，好开心，好开心，谢谢大家，谢谢。那么今天呢，真的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如果你们大家会唱的话，虽然隔着口罩，但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听得到的，是不是？就是大家唱出来的话，应该是可以没问题。所以如果待会大家可以要跟着一起哼唱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大合唱，好不好？好，那么老师来接下来这一首歌，这是一首比较抒情的《奈何》，送给你们。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当无缘时分离，又何必常相依？我心里有你，只是一个你；凝视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今天说要挽留你，明天却又想起你，念你念你在梦里，问自己何时已。有缘相聚，又何必常相起？心里有的只是一个你，你心里没有我，又何必在一起？谢谢大家，谢谢。你曾经对我说过永远爱我，谁知道你的话都是在骗我。你狠心抛弃我，也不管我死活。谁爱我？谁爱我？谁爱我？不知谁来爱我？
想起了心里难过，我对你不错，我的心为了你没有放下过，怕你冷，怕你热，怕你渴，怕你饿，谁爱我？谁爱我？谁来爱我？不知谁来爱我？你从来没有给我一点儿快乐，我命里注定了受你的折磨，爱是在情是锁，我偏忍受折磨，谁爱我？谁爱我？谁来爱我？不知谁来爱我。心里难过，我对你不错，我的心为了你没有放下过，怕你冷，怕你热，怕你渴，怕你饿，谁爱我？谁爱我？谁来爱我？不知谁来爱我。你曾经对我说过永远地爱我，谁知道你的话儿都是在骗我，你狠心抛弃我也不管我死活，谁爱我？谁爱我？谁来爱我？不知谁来爱我。你从来没有给我一点儿快乐，我命里注定了受你的折磨，爱是在情是错，我偏忍受折磨，谁爱我？谁爱我？谁来爱我？不知谁来爱我。谢谢，送给大家这一首《谁来爱我》。其实说起邓丽君，我对她的感觉就是遥不可及的一个偶像，她就像巨星一般的存在。但是让我觉得特别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过她的现场的演出。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你们有看过吗？或者是线上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可以不可以来个掌声给我听听？哎，你没有看过哎，好羡慕哎。那我就透过电视或者是手机来欣赏，就是邓丽君的演出，去听她的歌。风跳动依赖，夕阳多云偷看，看见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人美丽的姑娘，她在轻叹情难，
想到泪汪汪，石榴红色像楼板一响，哎呀男孩哭娘，何必太过悲伤，年纪轻轻只是游荡，秋暮失去游戏走开。我是星，你是雨，总是两离分，盼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我要向你倾诉心中无限苦闷，只要你心不变，我就情一生，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虽不略过，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问在云何处飞，愿乘风涌去随，扬起远门千军死无悔，我有情深似海，你真是可问天，是先扬手长千军岁岁年年，一起来拍掌好吗？爱的你呀何处寻，
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往日的甜蜜化为一丝丝滴滴，重复在睡梦里。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我爱的你呀，我爱的你，你在哪里呀，在哪里？谢谢，一连串的组曲送给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那么刚刚这一连串的组曲唱过了以后，下来的这一首歌，我想说应该是一首大合唱的歌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听。谁知道这一首歌的，来个掌声听一听好吗？哎，大家都好厉害。我没忘记，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定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请还给我。我没忘记，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当日我停留下在意，当
很抱歉，为失了自己，忘记他，等磨尽了欢喜，大雨走心了眼所住，痛苦痛一起。从来只有他看令我欣赏自己，更能用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忘记他怎么忘记得起，铭心刻来永久记住，从此永无追期。忘记他，等忘尽了欢喜。痛苦痛一起，从来只有他看令我欣赏自己，更能用我去用爱，将一切平凡事变得美丽。忘记他铭心刻骨，来永久记住，从此永无传奇。谢谢，忘记他这首粤语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紧接着这一首歌，我想要为大家换换口味了，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歌，带点山地曲风的《高山情》送给大家。
一起唱好吗？那都晚都一样那呀嘿呀嘿，那都晚都一样那呀好开呀，后裔那都晚都一样那呀好开呀，高山长青，涧水长。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风吹着杨柳，马上啦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水流悲欢啦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走得那样那样，原来他要护卫娘家。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和香粉他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来一单位一片雨来，一阵风儿刮，眼看着身边就要大雨下。躲又没处躲，藏又没处藏，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呀，湿了大红袄，吹落了一枝花，胭脂和花粉变成红泥巴。飞了那只鸡，跑了那只鸭，吓坏了背后的胖娃娃呀，咿呀咿的喂，哎呀，我怎么去接花？小媳妇儿回娘家，希望你们喜欢，谢谢。那么我看到现在现场也是有不少的人在这里，我想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道大家可以不可以，就是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我想要请大家把手机的闪光灯给打开。因为接下来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它是邓丽君的一首印尼的民谣，这首曲风，那在邓丽君唱出的呢，就是《船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谢谢。谢谢大家。就好像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晴朗我的心是哪里明定温暖太阳暖，风雨也吹动我的头发，吹得呀随风荡漾，送我到日月思念的地方，谢谢大家，真的是好美哦。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晴朗我的心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风儿呀吹动阵阵吹来，风儿多么可爱，我时常向清风诉说情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树上美丽的花开得多么可爱，花儿谢花儿开，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
去告诉我，光已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对我们要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那么紧接着我想要以大家的热烈掌声欢迎今天晚上的特别嘉宾谢国文，国文大哥，他将为大家带来许多邓丽君带来许多费玉清的经典歌曲，掌声欢迎国文大哥。树上小鸟啼，江岸岸影移，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间，阵阵群风轻轻吹过，倒入波涛流入无限，这里是天上人间。青蛙鸣草地，溪水清涧底，双双蝴蝶飞舞在花丛里，处处花开，朵朵花香，兰如白雪抛入眼，你叫水面万紫千红映眼前，这里是天上人间。天空映眼前，这里是天上人间。谢谢，感恩大会让国文有机会参与今天中午的这个演出啊，能够为U 大的医学院呢出一份力哈，感谢大家。然后今天呢国文会为大家呈现两首费玉清的歌曲，刚刚那首歌呢是天上人间，另外一首
如果让您猜的话，国文大概会准备哪一首费玉清的歌？什么歌？啊，太厉害了，因为这首歌我唱了30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唱啊。那当然了，今天有机会站在这个台上，很感激大家，太久没有站在台上了哈，有点怕，真的有点怕。我们很熟悉的歌都怕，那希望呢大家会喜欢国文为您选的两首歌曲，下来送给大家这首国文的冠军歌曲《一剪梅》，谢谢。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火，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潇潇，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谢谢。好，节目的继续呢，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曾爱嘉登场，我们欢迎你。谢谢国文大哥，好久不见。谢谢谢谢。首先非常谢谢爱嘉呢，让国文呢有机会当你演唱会的这个嘉宾，谢谢你啊，真的是太久没有站在台上了。对对对。然后我不晓得你，这个是我疫情后的第一次站在台上。我也是。然后你也是吗？我也是啊。你也太棒了，长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么长的节目。对。对，那我刚刚跟大家说even 我们很熟悉的歌，我不懂得，我不你啊，我有点怕，真有怕。
然后一直准备，之前呢都是啊驾轻就熟嘛，都很熟悉的，然后、啊、随随便便就可以站在舞台的哈。可是这一次呢，我准备的特别久，因为呢，不想辜负大家，因为呢，毕竟呢是这么大一场演出哈。对。然后今天呢，现在我们两个将会合唱一首歌曲。对，我想大家应该没听过，就是邓丽君跟费玉清，就是两把声音，擦出什么火花是吧？对，一起来感受一下邓丽君的声音遇上费玉清的声音，这个美丽的邂逅。对，对，来送给大家什么歌曲？紫丁香。来，一起来回味这首经典的歌，谢谢。紫丁香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紫丁香呀，它是朵最娇美的花呀，最娇美的花呀，它是朵最娇美的花呀。蝶儿总是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包围着它，包围着它，包围着它，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包围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紫丁香呀，它是朵最甜蜜的花呀，最甜蜜的花呀，它是朵最甜蜜的花呀。蜜蜂儿总是飞去呀，飞来飞去，追求着它，追求着它，追求着它，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追求着它。紫丁香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紫丁香呀，它是朵最多情的花呀，最多情的花呀，它是朵最多情的花呀。着他，他爱着他，一朵一朵呀，一朵一朵，他爱着他。谢谢，谢谢紫丁香。好，就把以下的节目时间交给爱家了哈。谢谢国文大哥，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那再回到邓丽君的歌，这首歌曲呢，音乐经过一点改编，但我相信你们应该也听得出这是什么歌曲。老师，音乐响起，谢谢。白花开，
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也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白花开，路边的野花呀，你不要采，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得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是白花开，路边的野花啊，你不要采，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得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千万不要把，一起来唱好吗？我来忘怀。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Yeah.
甘愿和非凡的饭样 Jambalaya crawfish pie Oh my god I'm both Cause tonight I'm gonna see my Michelle Mio Nikita 丢不着 Andy Gale Son of the god will have it fine On the fire谢谢带给大家这首邓丽君的 Jambalaya 送给大家紧接着这一首歌也是一首轻快的歌曲爱上一首歌带给大家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悬崖下看浪花让我们开着车兜着风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心欢喜你温柔你体贴我要赞美你风度翩翩情绪高扬我们让太真心唱着歌在那一轮夕阳下看晚霞我们两曲静地拍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我爱你共享人间这份风雅爱就像一首歌一幅画让我们肩并肩手拉手在那海边悬崖下看浪花让我们开着车兜着风到那青青山坡下采野花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会心欢喜你温柔你体贴我要赞美你不得平安天情绪高扬我们两排真心唱着歌在那一轮夕阳下看晚霞我们两心静地拍着手醉在淡淡月光下弹吉他我和你总是有那么多绵绵的情话你问我这到底为什么就让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你爱我我爱你共享人间这份风雅爱就像一首歌一幅画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一阵阵绵绵细雨。多少凄凉意我曾问过丝丝想你是否带来一滴香
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问你问你我问你，你在回到我的怀里。一段段美丽回忆依然荡漾我心里，你的真情你的真意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想你想你我想你，你再回到我的怀里。相思情意，我想把它写给你。春意来到冬已过去，还是没有你的消息。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愿你愿你我愿你，早日回到我的怀里。
谢谢，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带给大家，谢谢。很快的，我今天的就是歌唱节目也将接近了尾声，不知道今天大家听得还开心吗？谢谢线上的朋友，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快点点点爱心给我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最后的这两首歌呢，我要送给大家的是在每一次邓丽君的演唱会，我觉得都是必唱的这两首歌曲，我就来送给你们，和日君再来。谢谢。醉人的歌声
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在寒前，不知那日再相见。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在海间，不知哪日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见。谢谢大家，那么我今天的邓丽君之歌演唱会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谢谢。我会永远永远爱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在海前，不知哪日才相见。我的爱我相信，总有一天能再见。谢谢大家。